地方就是那个阿里山的周族的，他们主要住在那边。那因为当初日本人要伐木的时候呢，从日本人引进人，还有呢就是那个台湾平地各地的人到这个地方来，那周族的作用呢只是从那个地方到这边来协助背东西啦，当那个之外，所以他们又回去他们的地方住。所以基本上阿里山上面是没有周族原住民在这边居住的，所以你要看阿里山的姑娘就在这里才是正牌的阿里山的。然后好，那看到火车下山，他要去神木，现在就是火车头用推的，没有推下去。好，然后如果他是神木是第三分道嘛，如果他要去二万坪的话，就变成要拉下去二万坪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到阿里山来看日出？看云海，因为阿里山你明天你去住山的时候，你看到刚好是玉山的那个主峰玉山上，你可以看到玉山山脉，又可以看到中央山脉，所以这个地方对过去看过来的那个山那个日出的景观呢，跟那个下面的那个群峦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壮阔的哈，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那种感觉，就包括那种山林的感觉，不管有没有太阳出来，那个整个山的壮阔是很棒的。那为什么要到阿里山来看云海？因为台湾的高山呢，大概我们现在的海拔高度是2216，好，然后阿里山到那个住山那个地方是2000-2500嘛，那在2000公尺左右，因为台湾的高山呢大概将近4000左右。所以呢，2000公尺刚好是一半，刚好是台湾的腰部的地方。那台湾的这个云呢，这个西部或是风那个云呢，一直飘到这个台湾的这个中间的时候，刚好撞到这个山，就翻滚下来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云海这样子过来的云海哈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到阿里山来看云海哈，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部分。那有这样的云海，然后这样的山势呢，当然日落也更好看。特别是呢，如果你跟着快木的那个景观跟这个夕照映照在一起的话呢，那个味道又特别的不一样哈。这个是为什么要到阿里山来看这个三个特别的。那这个三个特别的东西，它基本上不会受到人为的影响，但是呢这个森林跟铁道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了哈。那有关于这个铁道呢，有很多的铁道迷对于这个阿里山的这个森林铁路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今天就暂时不介绍。那在森林方面呢，我给各位看的那个阿里山的那个森模原理，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手上有这本书，我要来之前再把它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那是在2005年写的那一本书，但是呢当我再重新再看它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说呢整个真的是山老得很快，变化得很快，因为不断的人为的破坏，还有台风的破坏，所以包括那个公路路线，很多植物呢都有就不见了，都变成历史了哈。那包括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里面呢，也是因为它不断的在做所谓观光的修建，那一直在改建，所以有很多东西也在变，那很多植物也不见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等一下往这边一直走的沿途呢，各位，我们是沿着那个阿里山的那个铁路的旁边啊，这个公路一直往前走，我们下一站就直接到藻坪那边的那个什么。积木柱旁边那个掉那个瞭望台那个地方，是不是会比较人这样子看不到外面？好，我们到那个铜像那里好了。好，我们下一站就直接到那个铜像去了。那这中间我跟各位稍微做一个介绍，就是你沿途是看过去的地方呢，等一下大概到看到哈，有人家居住那个地方，就是员工宿舍区哈。早期呢，阿里山的柱子呢，第四分道的柱子就是在那个地方才有。那现在这个地方第四分道柱子已经不见，因为第四分道已经消失了。阿里山呢，已经由这个原来的阿里山寨已经搬到这边来，然后原来的阿里山寨就叫做藻坪，可是在以前就叫藻之坪，一样叫做藻坪啊。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呢，从第四分道到藻坪哈，这个中间呢，我们会经过那个员工宿舍区，那边有一个房子，旁边那边有几个那个树林哈。那个就是阿里山的那个母树，快木的母树，蛮高大的，各位看一下。然后等一下晚一点，我们会到那个巨木群的地方，那个树又更高大。不过各位可以慢慢去体会了解一下说，说这个快木跟这个有山的感觉，看你能不能分得出来。分不出来，我们等一下再可以再做解说哈。那你可以先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感觉得出来那种感受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有山，对不对？有山，那一个就是快木，没看到？啊，快木有山长得不一样啊。对，有那个什么云秀的那个就是快木哈，那个直直的哈，三角形的这个就是柳杉。那柳杉是日本人砍伐台湾的快木之后呢，从日本引进来的哈。
那后来呢，那个国府之后呢，又开始继续再种这个柳杉。柳杉呢，后来说本来是说它种了之后呢，几年之后就可以开始伐木，可以再用。但是后来发现它没有长得那么快，然后呢，后来就变成什么电线杆了。它大家弄了这种做电线杆，甚至于都移到那个韩国去，整个外销到韩国去，几百万只，就是这个。就现在已经没有再用这个电线杆，所以它就完全没有用。但是没有在这个经济上在使用，但是在这个生态上面呢，不要去动它，变成它有另外一个保护水土的作用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就移植到那个地方去哈。我这边问题啊，那个旧站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现在要去，现在要去。上来那个旧站，那个旧站要很多的取胜上面。那对对对，就上面的，哎对。这个是新站。这个是新站，这个是第四分道，原来的第四分道。对。